满载而归，挺好，完美。离开你，我会好一点。歌挺老啊，断肢了，心里好难过。哎，都爆出了一种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感觉啊，有点热。吃饭，都回来了吧？啊，买了两盆无尽夏，又买了十几盆熏章菊。熏章菊，你看鼠尾草它卖5块钱，咱们在那边看多少钱？8块12。基本上升一倍嘛。对啊，尤其你家需要这么大的量，你以后就去那，这。对啊，哇，好便宜，真的便宜。韩庚，来来来。啊，给你看一下我们院里的秀秀啊，看见了吗？哪个？你找啊，这我能一下告诉你吗？摸不摸秀秀？你打开你的想象力。这俩啊？不是，那是欧洲母绣球。我好像一个植物专家一样。哎呦我的，是不是超出这个认知范围了？那个干枯的那个门口那个吗？那个是欧洲母绣球，我说的是中华母绣球。中华母绣球啥样啊？人家说了，欧洲母绣球呢是桥本的啊，中华母绣球呢是木本的，哎，那就像个树一样。史迪，嗯，招一下。那这个对，过来吃饭，吃饭了。加班加班，老韩，好嘞，谢谢。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进韩庚家，他以前玩赛车，玩专业赛车。嗯，啊，以前我忘了是谁告诉我赛车，他说，那个灵敏度啊，对接下来的预判要非常敏锐才可以，因为你不是对一个赛道很熟悉的。嗯，像拉力赛呢，旁边必须有领航员告诉你哪个弯哪个档，他前期都会要去做一些测试。嗯。在平时训练当中，前方有人出车祸，你怎么避让？是一个训练的项目吗？你就得就是你的反应能力，反应都是一瞬间的决定啊。对，这里面真的是看谁有能力躲避的，没能力就冲过去就倒，一起倒，一大片倒。当我每次能看见有一个人，他就能够瞬间避开，他就过去了。我觉得那个可能变成了叫下意识，下意识，就是需要训练。所以表演也是这样，你把它变成下意识的训练，就会好很多。下意识，它在生活中就可以训练。我们来训练五觉，现在闭眼睛，来吧，完了，我先丧失了记忆，考验我。小马，我们现在在餐厅，对不对？餐厅外面是不是有个走廊？啊，这个走廊啊，一共有几根柱子？好，我还好，可以过了，对吧？我可以猜一下。你可以猜大概有几根？一直到那边头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到头呢。嗯。我觉得7、8根。我觉得10根吧。对对对。我猜6根。不，绝对不是6根。我个人觉得4、5、6、7、8根。是吧？是7、8根吧？8根。那这样哈，小马，这个走廊上我们不是放了一些花盆吗？啊，你印象中这花盆里有花还是没花？有一些有植物，有一些没植物。空的那有没有土呢？没有土。如果有植物的话，那植物是什么？好，
韩尼克斯，咱们这个院子一共有几条路？描述一下可以。进大门一条，然后一个桥是斜着的，往这边也有岔路吧？应该。应该，这个岔路有几条？一条，应该桥，应该就是这样的。我来猜想。你用嘴巴描述吧。进门，然后左手边直走，我们之前在那儿做铁锅炖，然后铁锅炖的前面有一条路是到女生宿舍的，然后旁边是到男生宿舍，然后出来了之后往前走，一直有一条路，然后到餐厅这儿，餐厅这儿前面新修了两条小的，两条，韩尼也是在这里犯懵的，一条通的是进到这边，然后一条往花房。到花房那里以后要不要上台阶？要啊。上几阶台阶？两阶。花房的右手边是什么？凉亭。凉亭里面有什么？哇，你怎么没去？没去过吗你？我没去过。六把椅子一个桌子。老韩可以。真是假？这个白色凉亭里面它是有个铁桌子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。那个凉亭里面桌子什么颜色？深色的。好，我们那天去集市上买了长条的那个，有印象吗？那个小时候那东西你们吃吗？一般一大包就10块钱反正。有人可以告诉我它现在放在哪里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好 ，OK， 可以睁眼看看。能吃吗这玩意儿？能吃。好几年前了，可以吃，还是脆的。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怎么玩吗？掰折了舔一舔，完粘上做把枪。有时候它粘牙齿，有时候。哎呀，14根柱子啊！刚才那个9根？不是从拐弯到那儿吗？哪有？他说这是横排。这是横排啊。差一根。没土，但是有植物。这儿有三条路。我们把这个升级一下。我们在这个院子里，戴着眼罩走一遍这个花园。闭着眼走一遍吗？对。你知道晚上啊，进来这种地方啊，很酷的，因为你看不见嘛，只有一点点会暗灯光，那就全凭感受。你只要够专注去做一件事情，而且你发挥你的想象力，一定可以的。我担心有安全问题，所以呢，你们两个在旁边跟。好，韩庚先来。秒表，准备开始。为什么韩庚练街舞啊？这方面的，真的挺厉害。韩庚最牛的是，从头到保持单手插裤兜，很帅气。哇，弱了！哇，弱了！哪个地方你最犹豫啊？我这边我就开始犹豫了。全程，全程是帅的。帅的，一直这个手是没有拿出来过的。我想说，是可以碰吗？可以触有触觉吗？手是可以碰的。第二个，我来。你的这里我要再升级一下。行。原地站着以后转两圈，转圈。四。哎呀，吐了。三。好，停，可以了。是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你现在眼睛这样盯着看，你一定有方向感了吧？你要给我出个巨难的是吧？难，
这次目标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进湖水，洗个手上来。我感觉有突然有个黑的东西，好吓人呢、啊！妈呀，这是有洞！哎呦，哎呦，不对，哎呦，西哥的方向感不是很好。广东人其实方向感很差，因为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哦，我们只能分左右。不太对了。他现在可能猜不到自己在哪个位置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！哇！这也不行，我感觉找不到方向了，已经。我觉得你可以摘掉眼罩。我都掉河里了，你还刚才？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思路不是很清晰吗？到这也断路了呢。不是我老我们还在那说真聪明。对呀、啊，一直给你这个数大拇哥，这走啊到拐弯不是吗？整个环境已经不对了。但是这方向没了。对，方向左右前后已经分不清了。因为脚下踩了已经不是我感受过的东西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发挥听力，因为竹林一直在响，你应该知道你到了竹林。嗯。竹林距离那有多远？我现在往后走了，但我不得不佩服你，转了五圈以后，预备开始刮下来了。对，这个是，我以为你往玻璃那儿去。对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他你走的时候，三个男生来护他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转，五、四，反方向。哇，这我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停。我不会是回去了吧？厉害，两分半，这么笃定就坐下了吗？因为我知道这个没过多久就是椅子。对，哦，来，接下来是小马在桥上，不探旁边的路基，我看你方向感怎么样哈、啊？来，你先闭上，好，走到那个白色凉亭那去。啊，那边的，有铸铁茶几那个。行，就是不能探啊？可以探，但不能一直沿着。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去。你其实好像有个坑啊，等一下，
来坐会儿。这个院子有个特点，二十四小时有一个声音，水声。对，水声，那就是我现在站的地方离那个地方是在哪，要靠这个来分辨。还有个竹子声音啊什么的，你就要刻意的放大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感官。对，我确实觉得你把眼睛挡上以后，突然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是记忆力。有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可能在已经丧失各种方向的时候，你突然又找到了一个点上的东西，你再回忆起别的东西，就从这儿又重新开始。嗯，那就记忆用很大的帮助。这个记忆力呢，在俄国斯坦尼斯拉夫的训练体系里面，他把它称之为叫心象。他经常会使用在哪里呢？你看现场说你演哭或演笑。演悲伤，很多人演不出来。这时候导演说：“你想想吧，你生活中有什么难过的事情？”他其实就在提醒你要建立心象，他要闪回这些东西来触动他此刻有同等的情绪，这种就叫心象建立。那么刚才你们闭眼的时候，心象是一直占主导的。快到风车那里是靠近河边了，你说韩庚在那里就犯懵了，他很清楚在那里是危险的，他说：“我知道那里一不小心我掉下去。”所以他在那里就特别犹豫，这就是心象导致你产生这样的情绪吗？早上好，哎，川哥，川哥，来来来，哎，感觉好久没回来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哇，哦，这个猛了，这个很猛，这个太猛了。哦，有看到了。哦哟，哇。哇！萌萌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广东佛山的那个舞狮醒狮。哇，多不多？这个有意思。太行了。佛山古镇。啊。不是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张老师是广东人呐。广东人呢？广东人呢？一下把我拉回广东了，感受一下，来，努力，奋斗，哎，哇，哇塞，这是什么花啊？好看，哇，风车，是个什么吊床？哇塞。多了好多，我怎么感觉像我第一次来一样的，发生了好大的谁？谁？这哦，这不是早就离开我们的江碧瑶吗？欢迎啊！你这胳膊怎么了？有一点点伤了。这鸡蛋你别拿了，太沉了，我拿吧。我左手没伤好吧？右手伤了。对，哇塞！哇塞，这怎么完全变了？也没有完全变。结构还是这个结构啊？这都是谁弄的？我作为这个地方的主人，哪里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要维修它，去重新改造它。但我觉得加的最好的还是这个。对。然后还那边也有一个那个，对，这个有点问题。这是可以在这儿洗头吗？洗头吗？是啊，晚上在这儿洗头。就打开一个熟的。我也觉得。是啊，那很酷啊，哥，那很刚吗？那个很酷。微波机，波机呀，波也波机，不三个鸡蛋吗？那个呢？在哪里啊，哥？那个鸡蛋吗？在这儿，兜里啊。你为啥？你要准备把它孵出来吗？对啊。哥，这个蛋黄它怎么一下出走了？可以啊。这鸡蛋弄的啊，有点东西。你这技术有点。这就是氢和氮就可以分离了，你们是不是？
我不吃了。少爷吃不吃？我不舍得吃。你吃不吃？我不吃。都是宝可啊，怎么的是怕我的手艺呢，还是怕蛋呢？我们都在为您制作一个美味的咖啡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可以了，哥，正常好了，糖心蛋。我觉得这次回来比上一次温馨的好多，我感觉，这整一片都变成绿绿的。对不起了啊，我就先吃了。怎么样，新鲜的鸡蛋？谢谢少爷。为什么突然叫我少爷呢？少爷和我吗？偶像剧开始变得，哎，那真的很好看那个。是不是得放在水里？怎么变大了？只要一静止，就会觉得有事情。什么事？哎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们把。佩瑶不在的时候，咱们做的游戏都在她身上，给她复习一下，重复一些功课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都有什么？闭眼的那种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现在观察一下，然后闭上眼睛。漂亮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现在没有脑子。五。我的脑子不见了。我的脑子没了。咱不再演话剧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闭上眼睛。什么？久了，闭上眼睛。好，闭上眼睛。然后呢？请在这个屋里找出你的脑子。那怕是找不着了。那怕是找不着了。小宝考一下。什么？桌子上有几个相机？两个。哦。都是什么颜色的？黑的。红的。哦，你现在听到什么声音？什么？你现在听到什么声音？脚步声，水流声。是水流声吗？那是什么声？不是，你们这在认真的给我做这个？当然，真的认真的给你做。OK。好，你说嘛，现在听到什么声音？是水流声吗？答对三个以后就可以睁眼进行下一个。这什么声啊？拿什么呢？倒水。好，倒水对。主要我的脑子在那屋呢。岛台上有两个罐子，能记着吗？嗯、也记不住。原来这个游戏是我。才明白。你记得你在岛台上做过饭吗？做过呀。做过啊。那你印象中有几瓶油啊？一桶大的，一桶小的。一桶吗？一桶大的吗？两桶大。哎，你看看这，给台阶就下。两桶大的。油是什么牌子的？真的。你们一定要呛吗？你一定要呛吗？都是真题。真题。都是真题。都是真题。考的就是我。一模一样的原题。在咱们做饭的台子上。放了几桶菜籽油？两桶。不对，不对，是一模一样的颜色还是不一样？那颜色是什么颜色？菜籽油是深绿的，绿，有点绿的。如果说不同的颜色，那另外一款是什么颜色？偏黄一点。哦，但是，哦，你那天没看见他的那个即兴表演？那即兴表演？哪？你也自个儿都忘了。就是你再提一遍。就是你在提哇，那侯老师演太好了。哎呀，漂亮！侯老师脑子里全是侯老师的那个。侯老师真的太精彩了。身台刑法部。哎，他跟谁演来着？哈尼克兹。
以后我们这即兴表演就靠你了。不不不，你是我们，你是我们的当家花旦。不不不，我已经掏空了，我已经被掏空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掏空了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今天啊，这就开始了啊。怎么这？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第一天的上午我就已经想哭了。刚才闭上眼睛那一刻，很想念这里。想念，不。这样吧。我们去花园里，你看一下。走，这得多快乐啊！快乐吗，弟弟？见到我不快乐？哎，哥见到你快乐。小白，小白，对，小白洗澡。我是觉得他洗完澡以后啊，毛显得蓬松了。是那个狗吗？应该没不是双胞胎，是不是修剪了？小白是比熊啊，串儿，这串儿吗？那比熊的基因应该占的挺多的吧？我才看你长成什么样，那几天太像个抹布了。早上好啊，早晨，瑶瑶，欢迎回家。哎，应该是客人来了，走，这样去迎他，感受一下。欢迎光临，我喜君很高兴今天第一次来。Hello， 这是小白，小白，叫人，君姐。Hello， 小白。先吃饭。来到小熊花园的第一顿饭。好丰盛啊！哎呦，来坐下吃饭，大家不客气。来吧，姚姐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姚姐。感受一下，我闭上眼睛，先吃，听到了我肚子饿的声音。回来是不是很熟悉？在一个群体里面，多一个女生是不是就会特别好一点？嗯，佳琪是不是？对对，我叫佳琪。你好，我是佩瑶。姐姐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送给你的，送给我的。对，哇，好可爱，可爱小狗，挺可爱的。你真的好瘦，找到了救援的感觉。他是不是社恐的？他不是社恐哎，他是艺人，对吧？你说那个，艺是外交型，对，外交型，外向型。你是不是 I 人？你呢？我很 I。熊哥肯定是 I。对，林嘉诚很搞笑，他上大学的时候去踢球，踢一两个小时，不带喘气的，也喘，不喘就。大概可能40岁左右吧，还是35、36的时候。有帮演员叫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参加我们明星足球队啊？来踢一踢。”他说：“你们找对人了。”嗯，哥们儿，我以前就是专业踢足球的，然后跟着人家去了，上场，3分钟都不到，知道吗？一个球飞过来，跳起来顶了一下，在空中顶了一下，开始呕吐，一路吐。绝对不是那么软，是那会儿刚毕业嘛，也没什么事儿。然后踢之前就给来一顿涮羊肉，那涮的真的是甩开腮帮子吃。然后杰哥说多吃啊，下午3点啊都消化完了，吃完去踢，中午吃完踢，人替这个单位可不赖吐呢。哇，那感觉是又吃人家了，嘴短得卖力气，怎么也得进一个。在下面早就看明白了，从哪儿突破谁速度慢，一个那个人球分过就过去了，我就冲那球开始跑，跳起来斩斧，就觉得胃里啊，那是出招呢。然后那个球，它就没有在空中进行这个方向上的改变，一球闷我脸上了，太尴尬了。此生从那一次再也没想踢过球，太尴尬了。我觉得我从那一天我就变成了爱人。也该挨一下了，嗯，也该挨一下了。你什么体育项目 ？OK。我呀，我足球、篮球、跳舞算了。我就跳舞够了。我们当时有个叫游泳课，游你知道多少吗？500米。我的妈呀！500米。那我已经溺死在里面。我们班很多人别说500米了，3米都游不出去，因为他不会换气嘛。当时就3个人100分，我、周一围和金盛宇，我们3个人100分。
我因为从小喜欢在海里游，我还勉强能扛得住，但是其实500米我也很疲惫，太快了，我后面就机械式的了，很累，感觉人都没了都。因为我们之前为了拍那种，就拍那种水下的那种，就那种镜头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让学浮潜，然后浮潜那个教官就说，他说你至少能闭气闭到2分钟以上，至少得2分钟。他说要不然你做不了动作了，下去你还没下去你就上去了，憋在底下打嗝，你们就那种。那就上去吧。这6个人里面3个广东人。对。3个广东人。有很多人说广东话，也有他的口音，说普通话也有他独特的口音。反正一听都能听得出来。小马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哪里见过？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上次在哪儿见过？见过。对，猜对了。好，来回答人家这个问题吧。你又愿意回答我？这是问题套问题。对啊，为什么要问他？对，对不起。在哪见过？哎，上一次也是跟我们团一起去。哦，小西来了第一天，我经历过，我习惯了。经历过我们的感受，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们上次在生生不息见的，生生不息，也是宝岛季的时候。然后因为我生生不息第一季，港乐季去的嘛，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你们盛典的时候，我在台下。他们因为。欣姐当时在隔壁录那个，我在录《乘风》，去年的时候，我看你唱歌了。在马来西亚唱歌，有一首歌真的让我惊艳到，你有听？它很火吧？那首歌就《你的样子》，当时他唱那首歌的时候，唱完之后我觉得哇，也是生生第一期的时候。潇洒的你，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，你是造物的恩宠。是不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？别别别，听不出来。哎，哒哒哒哒，是不是把词儿背上？再来一遍。是林志炫。哒哒，不好意思，是林志炫翻唱的。啊啊，是吗？原唱是谁？原唱是罗大佑。罗大佑老师也是客家人。哦，是吗？台湾的客家人。他是梅州的。梅州人。祖籍。哇，我昨天那个谁张钧甯给我发信息说他跟金世杰老师在一起聊到了我，他说金世杰老师说对你印象很深刻，非常好，后来看到你很多部戏，很好很好，他不想打扰你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下，我呢一遇到他们那种前辈，我都很主动的，我立马说，你帮我把他微信推给我，他刚才才给我的。金世杰老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话剧演员，是台湾的话剧三杰，李立群、金世杰、顾宝明，这三个人是台湾省比较公认的最权威、最厉害、塑造能力最强的三个演员。这三个人呢，好了一辈子，一起演话剧，最有名的是《暗恋桃花源》啊什么的。但是，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个小插曲啊，我不知道新闻有没有说过，顾宝明和李立群。翻了脸，两个人翻脸了20年了吧，得有。有一次我跟顾宝明老师在一个河边两个人散步，然后我就特想问那种很直问的，我说你跟李立群老师还没和好啊？他当时你听谁说的？我说都知道啊。没有，我说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，都有问题，都有问题。后来我说以后会和好吗？不知道，但是宋文这个不重要，他说重要的是不管我们两个人见面怎么骂对方的好，我们有一点是忘不了的，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是在一起的。哪天你看他死了，我一定会去看看他的，我死了他一定也会来看看我的。哇，结果前两年他走了，我当时特别想去求证一下李立群老师有没有去看望过他，有没有去看望过顾宝明。
金老师你好啊，我和我的朋友们也是一群年轻演员，我们在录一档综艺呢，我们一群人聊起您，聊起你们三个人，说了很多关于你们的往事，也表达了对您的敬意，他们年轻人都非常喜欢您和尊敬您，我也是，您多多保重身体啊。就是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厉害的人，你们要去找到他们，靠近他们。尤其小马，你马上就再过两年就正式大学生毕业是吧，就是如果你不考研的话，你就从此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叫打工人，正式出来打工了。你以前就算你拍东西也挣钱或者是唱歌挣钱，他不叫打工人，你身份还是个学生。再过两年你就不一样了，彻底的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一员。我要你们玩个竹子，我想锯一段小的给他们一人留个纪念，回去我教他们怎么盘竹子。我拿个电锯过来。万物可盘。哎，今天晚上要不咱在花房里睡？行啊，其实我觉得我那小床上睡挺带劲。你还挺想念呗？挺暖和的。我们还是晚了一点点。这是我们从江门带回来的竹子，当时很漂亮的，金黄色的。现在有点苦。现在呀，放在那里太久了，干了。这样是最稳当的，找个地方站，要保持完整的一节。你们闻一下，现在这里面现在还是新鲜的，嗯，像甘蔗的味道。这节有点是吧？不知道长不长，有点长吗？对，试一下，丢进去锅里面让它煮。好像在做什么生化实验。这几根先不管它了，这先不弄。这些细的先不管它。我们是不是要把这收一下？在想，大概把垃圾收一下好了。行。哦，好棒啊！这个，哎呦，往湖里飘了。拿那个捞碗一捞。对。Baby， 真乖。那竹子煮完了，煮完了，也关火了。哎呀，啊，可以吃了，好香。我跟你说，特别像在这炖大棒骨一样。那个水呀、啊，你就大胆的喝一碗都不会有事的。那很香。竹子的水是可以喝的。什么毛根竹蔗水不就是？对。这个吗？川哥来喽。让你来尝一下，我们每个人喝了一口这个水，他说是竹蔗毛根水，可以清嗓子。我不用。每个人都喝了。我不用，我哑到底。每个人都喝了。哑到底。别人都喝了，来。我信你们，我哑到底。每个人都喝了。跟你试，味道真的还可以。太烫了。哦，快给我解药。
解药就是这一根把它啃掉。没有晚饭了，都变潘达了。对，开始。这叫原汤化原食啊，原食化原汤。那个都尝了，张老师你也尝一口吧。尝一口啊。非常好，每个人都尝了一口，很甜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再喝一下。甜吗？反正正常，就干呢，很干呢。竹子的水我喝多了，真的不会有问题的。跟刚刚你的那个行为一比，那个高下立判。那个你，马佳琪，对，尝了，我真的尝了，他真尝了，我看见了，尝了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放心好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玉米汤。有一种熊猫的待遇。文玩界很多东西都可以盘，玩竹子的人呢是最雅的，因为古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呢一定是以竹子为主，竹子代表雅，宁可食无肉，食无肉不能居无居无竹。春天的时候在广东进竹林，很多竹笋冒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坐在那里听，你会听见很多声音，哔哩啪啦哔哩啪啦往上长，是它正在长，一天之内可以长40公分。你一般的植物种下去，哪可能一天之内长那么高？竹子可以。那么我们这个竹子呢，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，我们叫金竹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还有个绿色在这里。现在首先第一个就是一拿回来那天其实就应该煮，但我错过了。现在有点老化了，感觉。对，它有点小竹子已经收缩了，开始弯了，弯了。这个趁着还没变，我赶紧先煮了它。竹子要玩之前，它跟所有的文玩的东西不一样，竹子是要煮的。煮的原因是不煮的话，在你手里玩的过程中，它很容易第一开裂，它的毛细孔很快跟空气接触呢，一干一收缩就会裂开。煮过以后呢，它就稳定了。第二个呢，所有的竹子玩之前有个原则，要削皮。削皮？对，但还有一种竹子是就要留着它皮，湖南的香妃竹啊。什么斑竹啊，那些就是玩的就是它皮色，因为它皮色的花纹很多，但这种东西呢花纹不多，所以我们要削掉它的皮，竹子会越盘越漂亮，越盘越漂亮的。要怎么盘呢？摸它。我拿一根我盘过的竹子给你们看看吧，干脆。哎，我听到远方传来的声音。听，是哪里的声音？马佳琪在唱歌，他像你的样子。哎呦，哇塞！这根竹子呢，跟你们现在看的这根竹子不一样，这根叫实心竹，它是实心的。这个削完皮后颜色也差不多，就这样。经过把玩以后呢，它会变成红色。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斑竹，但是呢，这个竹子最大问题是什么？看见了吗？开裂了。开裂了，因为它没煮过。玩竹子的人只要一开裂，就一点心思都没了。这个呢就是紫竹，这根我只玩了大概可能5-6天吧，但你再拿手揉它的5-6天啊。对，等回来我们就做这个。中国有几个名园很有名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全都是几百年的。对，拙政园。拙政园。这些都是以前的有钱人请名家给他打造出来的。人类非得把一个大自然的植物为什么种进家里去，其实就是人人心里都想拥有一片绿色。并且人类对一样东西很来电，喜欢看着某一个东西成长。喜欢植物的人有个特点，就是说物尽其能，看着它成长，等天它死亡后，它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利用它。我们想让所有的自然界变成人为的共处一种方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这个花园里面，我说我一定要打造一条室内的小溪。我吗？我们打造一个曾舜晞。你是活动的小溪。接下来我要求助各位帮个忙，帮我出去捡点好石头回来。走吧，咱们出发。
天天拿个奥斯猫四处偷窥。谁了，再深一点。到了，东西拿上走。这个地方其实特别适合打水漂的。咱们四个人，要不一起？好，可以。看谁远？可以。来，等会儿来，你们帮看裁判帮我们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你说数数。一、二、三。哎。你是往外，你直接是往外甩了，就。那个是小马还是超哥的吧？恭喜你！谢谢。在这一轮比赛中，主裁判，谢谢。这个选手没有在打水漂，他在扔石头。哦，扔出去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大伙扔出去那个轨迹都不在自己的条上，那都是乱走。但是大刚刚指那个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那怎么在马嘉祺那个位置的？没有，是这样的，这样过去。一条红线，这样过去。小马开挂了，中！哎呦，帅！对不起，这位选手，哇，这好远啊！可以。请一个老师把我的手臂接上。可以。现在那个，你们有没有小时候玩过那个，就随便捡个石头啊，然后落水的时候像跳水一样，没什么水花，那个？对，就比谁的水花小的那个。这怎么这入水就是入水角度的问题，就是会旋转它就行了。对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漂亮！把那个打水漂先放下，咱们拿上东西去。去石头那里，我哥，你报复性打这是？你这是干什么啊？这是什么河？也是潮白河吗？这个也是啊。我想下水捡。真的吗？我的哥，小马，这块就是玉制的了。它摸起来手感是那种润的吗？对。一块石头的成型也得几千年、几亿年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捡的都是古董，可以这么理解。这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，但它意义非凡，它是曾舜晞挖出来的，曾舜晞跟马嘉祺挖出来的，没有吗，弟弟？这个可以，这可以到哪？离河岸半米的地下挖出的。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，它是哪个星球里面的行星？这个是。你几号生日？12。好，1012。1012号行星里的。对，石头。OK 吧？去把它来，等一下，给我一下那个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们从河岸下半米的地下挖出的，具有非凡的意义。编号1012。Oh my god！ 很难受吧，朋友们？很难受。难受就对了，越难受越要坚持。行。我们给这个名字石头取了名字，我觉得这也很有意义啊。1012什么意思？我的生日是10月份，他的月份是12。这是我们从河岸下半米的地下挖出来的，虽然它是平平无奇的石头，虽然它是一个石头，现在它还是劳动成果，所以它意义非凡。怎么样？然后这个要埋回去还是带回去？带回去再刻不好吗？为什么现在要刻它？先找石头。再找点小的，是不是？那个里面好多大的了。这有个好大石头。你试一下。为什么？我试过了。
你要不要试一下，弟弟？再下，再下，再下！哥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我也想问为什么。艺术不需要问为什么。啊、这样的好。艺术。问了就不通透了。啊。迪亚娜，怎么的了？我觉得你别影响心情，好吧？刚放学，要不你下去买根冰棍溜达溜达。因为本身有点小摩擦，你不用把它放大，你先干点别的，好不好？你把阅读做了，然后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再给你打个电话，好吗？你看我捡了块石头，那我准备送给你，好不好？这块石头啊，那我揣兜里了，特别像你画那个水墨画，对不对？还有渐变色，对吗？嗯，行了，你喝口水啊，平复平复，好不好？你要心情不好，吃点。吃个巧克力，那天不是买了一块吗？你笑一个。你笑了啊？嗯，没事啊，有什么事再给爸爸打电话，好吧？嗯，好嘞，乖乖啊。嗯 ，I love you。嗯，啊，不哭了啊。小马。等你跟曾胜熙将来当了父亲以后，有了孩子以后啊，就这种常态，就看似一地鸡毛，但是其实咱们小时候咱们的爸妈一模一样的。小时候天天跟我哥打架。你们那会儿也是天天打是吧？嗯。你哥也不让你是吧？不让。他是不是没觉得他是你哥？没觉得，我们俩本来也差得大。对呀、啊，就差几个小时的事情。嗯。是几分钟是吧？对啊，五分钟吧，可能。走吧，收摊。生活很灿烂，自然有答案。阴天就发芽，晴朗就开花。再长出长夏，做一棵植物或拥抱嘈杂，都扎根向下。不如跟月亮也说说话，聊一聊晚霞。世间忙忙碌碌的情话，阳光没变化。偶尔累了，别结果休息一下，等雨过吧。再向天空，再向天空出发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关注微博官方账号灿烂的花园官微，和嘉宾们开启治愈之旅。上微博搜索灿烂的花园话题页，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，美图秀秀 WiFi 万能钥匙，无他相机美柚 WiFi 直播，土阿兔检票集团。咿呀咿呀哟，小熊花园欢迎你，咿呀咿呀哟。